哦，好的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影片讲快一点，一直以来反复的做这些镀膜的实验跟测试，那我也在帮各位，爱车的好友，需要镀膜的朋友，去做一个镀膜涂层的把关。那我测试过各式各样的镀膜产品，那当然现在市面上。越来越多厂商说它的是比较夸饰一些，说5年期、7年期。那当然，我听到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。那我也必须讲，我要进行测试。那假设它测试出来的耐酸碱的时间性也是16分钟到30分钟区间，那我都会把它归属于大概就是2年期涂层的 label，那就没有所谓真正的5年期、7年期。那今天我要测试这支，就是扎扎实实的。我找了很久，找了很久，也实验测试了很久，接下来即将上市的扎扎实实3年期涂层。那所谓耐酸碱耐候测试，这个耐酸碱，并不是说叫你平常洗车去用这个酸碱，这个是我们在做模拟测试，模拟这块镀膜的药剂的特性是不是真的可以撑这么久。哦，因为接下来您所遇到的洗剂，还有遇到空气中的杂质，不外乎就是酸雨碱，不外乎就是酸雨碱。哪怕是铁粉药剂这么弱酸，可是它长时间使用下来，它就是弱酸加弱酸加弱酸，还有一些溶剂。那有一些泡泡精啊，里面可能有投碱片还是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，那就是偏碱。那有一些洗剂是号称他说，哦，它可以有漂白的功用啊，去污垢的功用，虽然那改变不了结构，那也是偏碱。好，相信我，因为市值都买得到哈。那接下来，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那些药剂到底是酸还是碱，其实不用那么神学，不用那么玄学，我们把市值拿出来就好了。哦，我们就会知道它大概是什么东西了，是不是次氯酸钠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那我们今天那些不是重点，我们就要测试这一块镀膜的板子到底可以撑多久？那接下来测试就是草酸，左边那瓶草酸，右边那瓶盐酸。那今天测试更特别，轮番上阵打它。好，下面还有一瓶东西，下面还有一瓶东西。好，次氯酸钠。好，这个最后我们再上场。好，那轮番这样的去打这一块板子哦。哦，不是一起打哦，轮番上阵的打，每一打16分钟哦。好，我们先看它的多少。我先跟你讲一下，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做的测试是浸泡，好，浸泡。所以一开始泼水有给大家看到这个水珠反应的时候有泼水以外，接下来你先，除了实验做完，要不然你看不到水再去碰这个镀膜板子，因为接下来所谓的浸泡过程不得再洒水。然后今天做什么测试？草酸测试，草酸不会离开镜头，板子不会离开镜头，还有我等下试纸会印给大家看酸碱值。盐酸做测试，盐酸不会离开镜头，板子不会离开镜头，也不会中间再过水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一开始的涂层反应。这边这个涂层是现在是有扎实的上去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做草酸，好吧？我们先做草酸，16分钟。
好，各位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打趴，我们用了16分钟的草酸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盐酸，一样会试纸，一样盐酸不得离开镜头，计时器不得离开镜头。除了一开始给大家看到的泼水，中间不会再加上任何的水去过水。哦，这才叫一个完整的测试。哦，那毕竟我们是真的要去测出一个耐用度极高的镀膜涂层，我们才能称得上3年。那它一定要比2年的16到30分钟的耐酸还要强。好，那这个是16分钟。等一下，我把地板冲一冲。太可怕了。好，草酸我们可以先收起来，用不到。接下来。好，各位看到连打，哦，连续暴击。第一个草酸16分钟，第二个盐酸16分钟，试纸都给各位看，药剂都没有离开镜头，计时器都没有离开镜头，水泥都发泡了。那我不知道影片还拍不拍得下去，因为已经录了38分钟，随时可能会断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看录多少就是多少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次氯酸钠。好，先跟各位讲一下，你们可能听不懂次氯酸钠是什么。妈的，都没写中文。啊，这边啦，它写日本字啊，次雅，这是次氯酸钠。好，上网去查一下次氯酸钠的碱性到什么程度。哦，啊，碱性最重的叫做什么？氢氧化钠。啊，我一样，我们会拿试纸。好，
好，各位，这是48分钟录制，16分钟草酸，16分钟盐酸，16分钟次氯酸钠。次氯酸钠就是坊间说的漂白水，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碱性是有多强。那我的手机已经录影56分钟，包含说话。虽然我放影片给你们是快转，一定要快转，因为你们看不完，我也传不上去。但是我的手机已经发烫了，所以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测试呢？我本来腾跃板筋还要再做柏油测试，为什么铁粉我就放到最后？我觉得铁粉真的很智障，我都已经可以耐强酸了，我会怕铁粉。你们知道铁粉有多弱酸吗？要不要拿 pH 值试纸去测一下？铁粉那是什么东西？也许你水镀膜会怕，也许你维护剂会怕，也许你棕榈蜡稍微会怕。可是这个都已经耐到强酸强碱了，那事实上应该只剩下溶剂还能测出来。哦，那我们把它分批测试，今天就是强酸强碱这一部。我要先把影片拿出来，因为手机已经发烫了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我帮客户找寻到最扎实的涂层。目前，那为什么我市面上没有办法去做买这个涂层？因为根本没有人手上现在有这样的涂层。那这也是我帮客户调配出来的，就是未来的3年期涂层。那价格，一定会非常的漂亮，价格一定会非常的漂亮，施工价格。我不是在卖药水的，我是帮你做出来这样的涂层，因为这个跟扎实的做底是有关系的，跟扎实的做底之后，我直接给你涂层，相对的你也发展不出来它的该有的效果，所以我目前暂时不卖涂层，我是卖施工，所以接下来会报3年期施工的价格，那它会跟 CarPro 的药剂去做匹配，那它成为一个做底的先锋。哦，去做一个耐厚度，也就是说你这个3年当中你不管怎么洗啊，我一定要确保你的涂层存在，而不是你喷水镀膜才存在，跟那个屁关系一点都没有。 OK， 当然你们要喷那种东西我是觉得可以，因为你们是想要拉滑一点亮一点，水珠跑得快一点， OK 可以，因为里面就含一大堆油脂类的东西。那本身来讲，因为你给我的施工钱，我就是做镀膜，那未来的涂层就是3年期的，我讲是3年期就是长这样做底的。OK，